我都感觉他越来越像一尊罗汉了。因为你感觉我们那个达摩祖师爷从印度东渡啊，面壁9年，到最后那个头发、啊、都没有多少根，这样飘飘然。你看我们柏林啊，现在跟那个达摩祖师爷的像都有点像。一个男人啊，像一锅汤，煮熟了，这个汤就要喝掉。你柏林呢、啊，这汤都打起来。柏林现在完全成熟，他知道如何付出。三民区乡亲对他的交代跟托付。有些的心紧接未来者，他已经可以到立法院做一位优质的立委。